把它裹上一层面粉，这面粉裹多了也没关系，但你在擀的过程你需要它，但它不会粘在你们的桌子上面。你要薄一点就擀薄一点，要厚一点的话也就不用拉得那么开哈。第一个，这个番茄酱我煮过啊，里面有加上一点奥利甘香料，还有我们的橄榄油在里面。每一桌给你一个哈，我们摆的中心点，用它的腹部你就慢慢的推开，上面有很多的青椒、红椒，就是点缀用的哈，不要加太多。还有你这边留一点点。我的。